送下邀约卡。好，谢谢。玉福。准备邀请韩吉寿桃慈济志工踏入花莲的警消单位，邀约参加殊胜的浴佛大典，同时感恩警消人员在今年大地震时进入灾区抢救辛劳的付出。慈济啊，投入很多的人力物力啊，来协助啊我们的救灾的工作，让我们在救灾的过程中感受很多的温暖跟善念啊。除了进入社区邀约一般民众，更特地关心受到地震影响的居民，期待他们来到浴佛典礼，体会爱护地球的重要与安定他们的心。有诚挚的邀约，你一定要参与。好，大概有2000多户了，大概20几人，我们大概把它列分为12组，12个动线这样，响应我们环保日的环保。为重点，所以一起我们印了环保的这个传单。5月13日就是佛诞节、母亲节以及全球慈济日三节合一，热情邀约大众参加，抱着亲近与感恩的心爱护这片土地，祈求祥和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李玉莲、张阳川、花莲报。